比我胖，我只不过瘦得更明显一点。男儿讲的是胸围，何必要减肥呀？因为丰满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此处可以有掌声。胖胖爱运动，且胖且珍惜。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综艺盛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杨大鹏，让我们掌声有请。你好，大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帅哥美女好。看到大鹏啊，今晚的主题你们就知道了，叫做是胖胖动起来哈。哎，大鹏是今晚胖胖军团的代言人兼主持人，来，掌声再一次欢迎他。这个主持呢是客串，这个代言人我按我的体重来说，我今天当不了代言人啊，因为我们今天个个都是这个重量级嘉宾。重量级嘉宾，所以他才能衬托出我们这个举足轻重的舞台。但是别看我们胖，但是呢我们很骄傲，因为丰满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此处可以有掌声。好，一个如此婀娜如此丰满的人还敢要掌声。是的，大鹏，你说的那个年代在1000多年前，那是在唐朝，以胖为美。今天每个姑娘每个小伙每位先生每位女士都是追求以瘦为美。你看看好多明星，李敏镐瘦不瘦高不高？你看那位姑娘高兴的，金秀贤瘦不瘦高不高？不，重点是他俩没整形之前长得跟我一样。这是一个以瘦为美的年代，同意的请鼓掌。哎呀，我跟你说，为了衬托他，我们才长成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不容易。你努力了30年，对，辛苦你了，大鹏。但是你关键你不知道这个胖啊，它有很多优点。你说一说。首先，胖代表心胸宽广。嗯。因为只有心宽才能体胖。胸宽看出来了，心宽没看出来。你这么聊天，你家里人知道吗？不知道。其次，胖呢代表雍容华贵。因为你只有变胖，你才能显得更富态。庸看出来了，华贵没看出来。你要再这么样，咱们俩就不能在一起玩耍了。你第三个，你跟我说。你靠边，你上那边去。这第三点呢？我忘了，没有没有。这个胖代表这个神蛮气足。哎，对。对吧？嗯。你看夸人都说，你看这家大胖小子长得真精神。是啊。你看谁说？你看这家的小帅猴长得真精神。是不是、啊、怎么说话呢？你这手指是不是？你看，行，你俩别争了。我刚才给了你们俩充足的时间来讨论胖好还是瘦好。好，其实我觉得啊，这都言之过早。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天胖胖军团代表们他们的精彩表现，您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先请出第一位，好不好？ 好。这一位还真像大鹏说的，这些优点他都有。让我们掌声有请肥妹，欢迎他。
谢谢谢谢，感谢全场的每位朋友，可是感觉掌声又不是很激烈。大鹏哥哥，你要干什么？我要为张磊和顾斌的生命安全负责。这块感觉，那你踩地板干什么？这块感觉已经有点松动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没有。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的体型有点臃肿？不臃肿。但是我感觉我们俩是一样的。我看你还好一些吧。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又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我是比你胖吗？你不是比我胖，我只不过瘦得更明显一点。但我虽然说比你胖一点，但是他们说了啊，长得漂亮，长得绝对比你漂亮，对不对？哟，这还只有附和的，你们都不昧良心吗？根本不昧良心。哦，你知道吗？就我一上台，前面那个帅哥他说我什么吗？说什么？他说我长得很像明星。长得像谁呢？他说我从左边一看，袁咏仪；从右面一看，章子怡；从中间一看，哇塞，谁呀？地球仪。太坏，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虽然说长得没有天使般的容貌，但是我确实拥有一副魔鬼般的身材。我血压都上来了。而且虽然是长得胖，但是很聪明哦。哦，特别聪明。你别说啊，我们胖人啊都聪明。对的，胖子没笨人。但是我敢说我比你聪明，信不信？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呢？讨厌，你要说不信我们可以比一下嘛。好，比。那给你来个最简单的好不好？好的。请问这是什么？手指头。贝多芬为什么不用这根手指头弹钢琴呢？这根手指头坏了。不对，因为这根手指头是我的。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答不上来，你等会儿，这个不代表我的智力水平。你有本事你来个二年级的。二年级的？我给你来三年级的好不好？这样我们两个来高难一点好不好？好。我说动物，你相应的说出动物的英文好不好？很简单的，就是跟你打个比喻，我说猪，你就用 A 来代表它。猪是 A。对。羊就是 B。羊是 B。牛就是 C。牛是 C。我们简单的试一下好不好？好，来，听好，开始。猪 A。 羊 B 啊。牛 C。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我们正式开始了啊。好，听好。牛C。 羊 B。 猪 A。 羊B。 猪 A。 猪 A。 猪 A。 猪。你太聪明了，你好棒，你是我的英雄。老天啊，把他收了吧。大鹏怎么样？坏大鹏啊，猪是几？他刚当然不会答了。你说你知道从哪找的这主持人？大鹏、刚才我们看到了啊，我们的肥妹不仅呢胖也漂亮，而且呢她的这个身体的灵活性呢也很高。没错，我觉得很符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的主题除了有一个关键词是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就是运动。没错，因为呢我们大家知道，只有健康的胖才是美丽的胖。肥妹你同意吗？那我这个是同意的。我想问问你，肥妹，你平时会有运动吗？平时运动不多。不多？不多。那你会有吃宵夜的习惯吗？会有。会有，对不对？你看，所以你就是现在一个词叫说得很好，叫沙发土豆。每天到家以后就躺在沙发上，时间长了以后就成了土豆一样的体型。所以各位，你们要动起来好不好？好吗？为健康考虑，不是为了胖瘦原因。所以我们老天爷把他也收了吧。建议肥妹咱们以后多参加一些运动好不好？好的。虽然胖是我们的特点，但是我相信呢，运动起来有韵律的胖，那时候的肥妹会更漂亮好吗？好的，谢谢。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舞台上这一刻开始，邀请二位来参加一个小游戏好不好？什么游戏？好。这个游戏就叫胖胖过河。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道具已经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这两个肢体呢，这是起点，
对面的那一个红色的锥体呢是终点，那么二位呢需要按照顾斌所做的范例这种方式来挪向我们的终点，谁用时最短最先通过终点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好不好？好的。两位可爱的胖胖们，你们明白了吗？没看够，你得走到终点来一回。顾斌，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对他难度更大吗？因为他的重心很高。对啊，我就想看看大长腿怎么丢人的。那你的意思是一个大长腿要跟胖大胖子比赛一下是不是？没问题啊。你这样吧，先挑战我们的肥妹，挑战成功以后再我们比赛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把李敏镐请来和他比怎么样？哎，没错。好吗？来，让我们有请肥妹和杨大鹏请上妆。你不要欺负我。我愿意二位我们先站上去，看我们的道具对于你们来说是否结实，这点很重要。请吗？现在二位选手表现得很友好，接下来比赛开始，二位还会保持这种友好的气氛吗？两位准备，各位预备，给他们加油哈！开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为他们加油！目前领先的是杨大鹏，肥妹加油，肥妹！两位胖胖非常可爱的挪动身体，速度很缓慢，但是我看到了杨大鹏以距离取胜啊，他的间距都非常的大。杨大鹏，你敢间距再大一点吗？现在已经领先一格了。不行了，已经达到你的极限了是吗？要不顾斌大长腿来帮我一把吧。这时候你该羡慕大鹏哥哥，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大鹏哥你吃宵夜，你可以等我一下。现在杨大鹏已经展现出了他所说的胖子的第一个优点，那就是心胸宽广。好，加油肥妹，你如此的绅士我爱死你了。他们俩说我们是在一起，我们一起通过了终点。要通过那个终点，大鹏。啊，大鹏要通过那个终点，可以过去了。要跨过去。谢谢。你们是打算平局对吗？来，有请。我们选择在一起。哎，我的假肢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们二位这个过河比赛时间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看两位呢是否能坚持到最后那一刻。我刚开始就说我们丰满的不光是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可以再次有掌声。是，其实胜负不重要，刚才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告诉大家就是说胖胖同样需要运动起来，运动特别重要。关键刚才我觉得杨大鹏啊最后那一点的表现，哎，让我想起了一句俚语。哦，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我们这个肥妹一时美人计啊，杨大鹏你就中招了。好吧，不难为你了。那我们也谢谢肥妹，希望你今后呢也能够把这种运动的精神坚持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好的，谢谢，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哎呀，美人可算走了。哎呀。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出的这位嘉宾啊，在请他之前我想先夸夸杨大鹏。哦，你看你现在真的是不得了了。怎么了？又唱歌啊，又演戏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时不时的还来我们主持界来混一混。你还说少了，还有我还经常客串模特。真的？对，巴黎时装周啊什么的，我经常是吧是断马装吗？那我们今天也让杨大鹏来走几步好不好？来，给个音乐。现在就是巴黎时装周首秀的现场，我可以陪你。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服装表演的一号世界超模杨大鹏，有请。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有请的第二位超模，与杨大鹏比肩的顾斌。看来你俩的配合不怎么地呀，一上去火花。不是你，关键是我记我自己一个人，他就火花四溅。你有他在，这都投一盆凉水。哎，你这样吧，那接下来这位多才多艺也是你们胖胖军团的哦，你请上他来好不好？好，让我们掌声有请薛盼盼。有请。你是什么心情是
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谢谢薛盼盼，你好，盼盼你好。盼盼一登场啊，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他很眼熟，还记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他吗？什么？大声的说出来。哎呦，最后那几位阿姨说的对，一定是经常看这节目，关注自己子女婚姻问题。对了，盼盼呢是因为参加了一档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被大家誉为薛贵妃，也是我们的这个胖美人的代表之一啊。我对这个盼盼印象最深的呀，不仅是你的胖，也不仅是你的美，更重要的是你的乐观和勇敢。你有没有记得自己在飞城上为自己心爱的男孩子报了几次灯？好像得有那么七八次。七八次，那么多。那被选为这个心动女孩呢？应该没记错的话也有三次。真的？所以我经常做这个手势吗？ OK， 对吧？而且在最后一次盼盼遇到自己心爱的男孩子呢，勇敢的爆灯，最终呢也和男孩子幸福的牵手。那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大家那个台下一相处，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合适，所以说现在还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哦，现在又恢复单身了。哦，是的。你看，虽然又经历了一段不是很成功的恋情，但是我们看到了盼盼依然很乐观。哦，这是我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你看现在电视机前也有很多胖女孩，她们往往是面对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呢，表现得很不自信，不敢去勇敢的追求和表达。我想让你和她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态度，你的恋爱态度是什么？哦，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胖姑娘没有必要因为胖而感到烦恼，也没有必要呢，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胖而自卑，因为环肥燕瘦嘛，现在这个时代各有千秋，对，就是你在大街上一看，全都是一帮七八九十斤的骨瘦如柴的，我觉得也蛮吓人的。对，那如果遇上了心爱的男孩子，你建议他们勇敢的，第一句要对他们说什么？说什么呀？就是我喜欢你，你稀罕我不？真直接啊。哎，这现场没有你能看得上的小伙子们吧？我没仔细看呢，这个东西要仔细仔细看。我对待感情是非常认真的。哦，对，关键是咱突然看上一个，发现旁边那位人女朋友。哦，也不行，对吧？对对对，一定要调查清楚。我倒是了解了一下薛盼盼啊，我听说你曾经跳过长达五年之久的健美操，这是真的假的？就是是的，是的，就是，但是是跟健身房的教练一直在跳。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我们来见识一下，好不好？好，来，有请盼盼给我们展示一段健美操，来。好，经过这个短短的一段互动啊，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这么距离的跟盼盼接触啊，感受到了一种自信和阳光。
那我你有这么高的这个健美操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胖胖动起来，所以呢所有的环节都会和运动有关。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就不能像刚才给肥妹出的这么简单的一个过河游戏了，我要给你提高一点难度，可不可以？可以。好吗？给你做演示和互动的是来自香港的花式跳绳队，先来欣赏一段他们的精彩表演，有请。Let's welcome everybody to Play the Pit and Song What Worldwide Music is. Call me Mr. Worldwide. Listen, almighty, call me Mr. Worldwide. Why you think they call me Mr.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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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台下我看到胖胖在跳那个健美操哈，其实对于减肥来说，健美操可能它的这个运动量偏小了一点点。你知道，我觉得最好的减肥方法哈是有氧运动，对不对？那除了跑步以外，跳绳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方法。所以下面我建议，是不是胖胖你还有大鹏都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这样的花式跳绳，你们同意吗？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老师来教导我们的这个薛盼盼。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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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我叫阿婷。这个名字很想一下。你叫阿婷。啊，这用普通话。阿婷老师，那教教我们怎么跳绳来保持自己的身材。我们跳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腰的侧边就小圆圈这样跳，不要那么大的。如果我们做很大的话，就会很辛苦了，这样。对呀，对呀，好累。这个我们知道，这舞台小心点。一般来说哈，这种有氧运动坚持40分钟以上才会开始燃烧自己的脂肪。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单
人跳绳应该难不倒薛盼盼，毕竟他有健美操的基础。我想阿婷，我们有一个配合好不好？好，因为我们看到你刚才有双人，最简单的双人配合好吗？你确定让这位助手来和薛盼盼配合吗？对，可以吗？我有三位和所有的嘉宾一起跳啊，有三位，也就是顾冰、杨大鹏还有盼盼。我想问一下，有这么长的绳子可以跟我跳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又在吹呀！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这对我们香港花有这么宽的绳子可以够他跳吗？有，老师都准备了。老师，你没有见过这么能吹的。是老师，谢谢你哈，见到中国最会吹的两个人。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我们这一个互动呢，不仅仅是对三位的考验，也是对我们香港花式跳绳队的考验。因为呢，他们的队友要配合我们今天场上他们有史以来最高的合作伙伴。史上最高主持人，稍胖的，史上最胖笑星，以及史上最美的胖美女，胖美女哈，你不要那么强调史上可以吗？来，有请阿婷派出我们的三位选手。一会我们跳的花式叫时光隧渡。时光隧道。道，时光隧道。时光隧道。我可以教你普通话，叫时光隧道。时光隧道。好，这样来。因为我们很简单，只需要一二转后，一二转前，一二不停的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这还叫简单？大鹏哥，你试试，你试试，我们可以试一下。不一定能转动。转前一，很好，这个。我们这样哈，谁失败谁做俯卧撑，好不好？说好了哈，失败的做俯卧撑，做五个。好吗？你瞧他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他一定能做十个。咱们有本事现在比吃包子，咱们玩这怎么样？你有包子我就敢跟你比，有包子吗？你说人你这小人得势的样子。我们有馒头，你要比吗？算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大鹏刚才在这儿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绳子里怎么转，我们要看一看了。你们是一个一个来选择，还是一块？先让盼盼来试一下好吗？来，哪一位和薛盼盼配合？你们干嘛都往后退？哎，你为什么都要往后躲呢？我你们还往后？老师，保重自己的生命哈，还要回香港去。结婚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哈，那就对了，他也是单身哈。好的，来，你不拿绳子上来干嘛来了？真相亲来了。他们会用绳子来给他们跳。啊。只像我只两个人扎一块儿。我这样站他后面的。好的，来，有请。一二三，开始。一。二转后一，二转前一，二转后一，二转前一，二转后一，二继续，他跳舞回来了，一，二转后一，二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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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哎呀，第二个淘汰，哇，给顾冰鼓鼓掌，哇，你这。哎，顾冰，中国中央电视台啊，相信品牌的力量。你刚才没有看到啊，真的，杨大鹏是第一个淘汰出局的，然后盼盼不小心，刚才我们说小人得志要做什么来着？要做吗？大鹏来吧，啊，来吧，没人。他们说既然是失败了，就按获胜者一方的要求吃五个包子。不，获胜者一方要求你做五个俯卧撑。五个俯卧撑而已。你就让他小人高兴一点。盼盼，你不陪我吗？我是真不想陪你。盼盼说我是真不行。来，那一块来吧。我们给杨大鹏鼓鼓掌。音响又来了是吧？我又想起了。听到一个熟悉的音乐，想起了我熟悉的角色。八戒，师傅就靠你了。师傅，你还是抓紧上西天去吧。哎呀。大鹏，这点我不能向着你。你做第二个的时候，双手已经抖得不行了。
我那是心灵的颤抖。所以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胖胖动起来。好的。接下来呢，今天盼盼来到这里呢，刚才第一个回合时光隧道只是小小的失误了一下。盼盼刚才在下面跟我说，他看到了几位我们的花式跳绳队员呢，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是你们架了一个由人组成的跳绳，是吗？盼盼想来挑战一下，你们觉得可以吗？绝对的可以。但是我们要提前说好，如果盼盼跨不过去，造成任何的人身伤害，我们栏目组是不负责任。没事，每个人我都问了，好像是没关系。栏目组不负责任，他会对你负责的，好吗？啊，我要求你在这里，让你刚才不陪我。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我现在去替你买一份人身保险，受益人是我，好不好？好不好？好，我给我的妈妈。我们香港朋友认真了。那好的，我们请小绳子来，我们的队员，不行，这就是小绳子，这个决绝。我们可以很简单，先跳过去，绳子就会动了。适应一下啊！你要想收它，就下脚。由你开始。那不想收它，就跨过去。这是一辈子事儿啊！在这个舞台上是爆灯，在这个舞台上是踩一脚。是爆人，爆人，对，加油，加油！我就尽量跳十个，好不好？十个？还有十个？你能跳一个？尽量。看吧，他们就五个人，你怎么跳十个？我跳过这种特别单摇的这种，我尽量吧。来，不是都闪开一眼？你要开始、啊。都闪开。看来还是没什么自信呢。等会儿，一起来看我们薛贵妃的爆发力。来，由你开始，盼盼，由你先跳。预备，开始。1、2、3、4、5、6、7、8、9、10。耶，成功！他们通过行动告诉我们，真爱是存在的。掌声鼓励一下。刚才那个行为让我想起了一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一起。人家那个盼盼说，我还有心仪的对象，就是我身旁的杨大鹏，对吗？你说要我等不住你。哎，小伯拿我跳绳，什么都没事，盼盼，有我在，我可以照顾你啊。这是你说的，太有眼光了。最后我们再给薛盼盼提高一点难度好吗？我们知道在我们飞城的舞台上，盼盼曾经唱过美声，说明你的声乐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你是否能一边跳绳一边来唱歌，挑战一下好不好？是，考验一下的肺活量，行吗？但是今天有要求哈，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我相信，还一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成为那个最美最美最有自信的薛盼盼，而不是薛胖胖。来，掌声欢迎。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和你我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真的瘦了，看到没有，真的瘦了。各位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在舞台中间。别唱粤语，掌声送给他吧。是我相信明天。唱国语，别唱粤语。没有地平线。好，可以了。我们希望胖胖动起来，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先感受到运动的魅力，越来越瘦，进而呢成为一个健康的胖子，一个快乐的胖子。当然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薛盼盼已经可以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胖胖们做一个表率了。掌声送给盼盼。谢谢盼盼。那我们看到了，从薛盼盼的身上呢，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自信、快乐、开朗的胖胖，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正能量的。胖胖们也可以很灵活、很开心，能够做很多的技巧，对不对？我跟你说，我想到一个人哈，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香港影星，叫洪金宝。哎，我合作过。当年洪先生在美国为什么会成功，这么多人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瘦。反而是因为他胖，而且胖得有智慧，所以说呢，大块头有时候真的是有大智慧，有胎儿。哎，看来你们呢对我们这个胖胖界还是很了解的。下面这一位
不光是一位美女啊，而且非常的婀娜。你确定婀娜这个词用到胖胖团成员当中吗？当然，一定是一个非常婀娜的胖胖。有请田伟伟。有请。相当的专业啊！我听说维维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了。对的。多大的时候？我其实学习舞蹈的，学习肚皮舞是从18岁开始学的。哦，18岁、啊，那也学习了很多年了吧？按你刚才跳的这个难度，一直到现在还在学习。哦，还在学习当中。嗯，学无止境嘛。维维，你现在除了自己跳之外，我听说还在当老师，教授别人跳肚皮舞，是不是？对对，一直在培养肚皮舞爱好者。哎，我问你一下哈，跳肚皮舞是不是一定要有肚皮丰满的人才可以跳舞？比方说像我这样比较干瘪的能跳吗？不是的。也可以跳啊。我认为脸皮厚的也可以跳。跟肚皮厚不厚有没有关系？没错，我说一些事实，每次都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关键你一上来就跟他树敌。你这么坏，你妈妈知道吗？大鹏，我妈知道，但依然爱我。没错。那我想问一问啊，问一问我们的田维维，其实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会认为肚皮舞就是用来瘦这个腹肌的。会不会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嗯，不是。还有刚刚老师们问的问题，说跳肚皮舞只需要有肚皮才可以跳，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肚皮舞的一个误区。哦，是。肚皮舞它只是用我们的胯部和身体每个部位的扭动和身体的分离度来完成的一个舞蹈，其实它是对我们腹部的塑形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反而每次我讲到这里，大家都会问，那你的肚皮呢？我也接下来想要问这个问题。没有啊，这个形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对，是为什么呢？其实大家也可以仔细，也可以。虽然我有点胖，嗯，但是我相信我胖的不会像很多不运动的女孩一样是没有体态的，对，所以也是不一样的身材。只是说我会，只是说因为我每次在运动完以后。饮食不规律啊，加上平时的不注意啊，可能会导致我身体的脂肪的代谢。那有没有想过要减肥？想过，当然想。现在在努力之中吗？啊，努力，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到更漂亮的田薇薇。好。所以刚才薇薇说的很对哈，说我们除了运动之外，张磊还要注意你要保持那个食物的量。对。别人说了嘛，第一你要管住嘴，第二你要迈开腿。吃什么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少吃一点甜食，少吃一点盐度过高的食品，这样的话你就会保持好的身材。没错，特别是不要运动完就吃东西。哎，这可能是你曾经的一个误区。就是我的痛啊，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没关系，那刚才薇薇也说了，现在也曾经教别人跳肚皮舞。今天呢，我们想考验一下你这个教肚皮舞的水平。今天我给你带来两个这个条件都不是很好的学生，一个呢身材令人不满意，一个呢身体的协调性有些差。那现场有请你教他们一点动作，看两个学生哪个能在今天现场让我们的观众打出60分，60分及格就好了，好不好？朱斌，你看到两个了吗？我好像只看到了一个。那我可以在家，今天我们现场给你带来两位男性的学生，好不好？来学一下嘛，好不容易田薇薇今天来到现场，就是说到底没有肚子的和有肚子的能不能跳好，对不对？你不是一直在跟大鹏争吗？究竟瘦美还是肥美？对呀、好不好？我们现场来见识一下。相信我的能力，我一定会把有肚皮的和没肚皮的都带为肚皮舞行列里面。真的？好的。那我要提个要求，我希望全场的观众，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都站起来，我们一起学习学习，好不好？好不好？好吗？好。来，各位，尤其像我这样只有一块腹肌的。好，我们今天我先教两位老师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肚皮舞里面最常见的舞蹈，就是我们胯部扭八字。好，跟随我胯部从前往后画弧线，对，到左胯，左前到左后，对。杨大鹏，你确定能找到胯吗？老师，你能找到胯吗？今天是我第一次找到自己的胯在哪里。他连魂都没了，别说胯了，就是。好，老师手臂打开，手臂打开。对。一、二、三、四、五、六，非常棒！七，八，再来一次，2、3、4、5、6。好，我们右腿右脚放前面，用我们右边的胯部从后往前绕圈。1、2、3、4。好，我们身体转起来，呀，3、4。好，左脚为轴，右脚为转起来，对，一。关键看我的面部表情很美。好，非常棒。再看看左边那个半身不遂的。再次打开，往前抖动我们的胸部。老师，老师他可以进的，只有他可以。胡斌，跟我讲讲你的胸部在哪儿？我们怎么动得起来呢？这可以的，好，抖起我们的肩膀。胡斌说我有胸肌。肩膀前后摆动。最后一个。肩膀前后摆动，往前行走，对，跟观众互动。哎，别说杨大鹏，看我真的。男人的脸都被丢尽了。哎呀，真的，我刚才顾斌，虽然我是你这么长时间的搭档，但是我刚才一定要把一票投给杨大鹏。你看看，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同意杨大鹏60分过关的请鼓掌。同意顾斌90分优秀的请起立。真有，居然是你们胖胖团的成员。哎，你们是要上厕所吗？再憋一会儿好吗？阿姨，谢谢你啊。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田薇薇教的两个学生，其实都不错。其实顾斌跳成那样已经不错了，他平时真的这个舞蹈他一向不碰的，今天也是豁出去了，付出很大的勇气来和你比赛。你们能看出顾斌是假肢吗？真的看不出来，他恢复得很好。张磊，我跟你说哈，有一次我们参加主持人大赛，其中有个环节是拉丁舞的环节，对，最后导演录完以后疯了，他说为了把你剪干净，保持你的形象，
我剪了整整两宿的时间，画面当中才没有出现你，所以今天导演你一定也会疯了，对不起。所以从那一次起，舞蹈成了顾斌永远的痛，也成了我们导演永远的痛。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田维维的胖胖动起来环节了。那这个环节我们邀请来的嘉宾和这个项目呢，对你应该说是没有难度，但是有一定的强度，因为它的舞种呢运动起来会比你的肚皮舞要更激烈一些。那么让我们掌声有请拉丁舞的表演者翟奥邦和张爱马迪，有请。各位，看出来没有，这两位舞者他们跟其他人相比，其他拉丁舞者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你们告诉我，答对就有奖。看出来没有，这两位舞者？没错，一般呢拉丁舞都是拍档一男一女，但是他们很奇怪很创新，是两位男士一起跳拉丁舞，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配合的是出神入化。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什么时候开始做搭档的？我们两个就是认识，其实是一种缘分。缘分。对，是在一次舞蹈的技术交流的当中，我遇到了邦邦，然后我们俩就在下面玩嘛，然后就在一起跳跳跳，就是试一下。然后突然感觉男生跟男生在一起跳舞的时候，会有跟女生跳出来的不一样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哎，那我问你一下哈，在你们的组合当中，可能谁会扮演那个男性的角色，谁在扮演那个女性更加柔美的角色？都是男性。都是男性。哦，因为带女生跳舞的时候是拉丁舞，你带着她？不是，就是如果带着舞伴跳的话，男生起的是一个引带的作用。就是带女生跳舞是让女生展现出的美，对，但是就是那样，我觉得男生不能自己把自己身体啊或者是动作发挥到极致。我觉得两个男生在一起跳，就是感觉两个人都很强，力量是均等的，形成一种对抗。对，哇哦，你们觉得他们跳得好吗？好不好？真的跳得很不一样哈，非常具有创意。那维维，我觉得哈，其实拉丁舞和肚皮舞还是有区别的。那肚皮舞呢，更多的是肚皮的抖动哈，频率很高，但是范围不是很大。拉丁舞那是大开大合，热情奔放。今天两位
你们有没有信心带着我们的维维来感受一下拉丁舞的热情？你们想不想看？看一看一位拉丁舞者和一位肚皮舞者，他们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三位站中间，真的你们是很好的拍档。虽然你们年龄不相同，虽然你们舞种不相同，虽然你们身材的感觉不相同，但是只要你们喜欢音乐，只要你们喜欢舞蹈，你们依然会跳出最美的感觉。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现在我们胖胖团成员已经派出应该三员猛将了吧？哎嘿，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三员猛将有什么共同点？哎，我看出来了，每个人都是体态婀娜，体态丰满。这个不对，还有一个共同点。你先让他把那口水先擦擦。谁有口水了？你这每个人也。都是被他伤过心的。哎，那还有一个特点。都很猛。都是美女。哎。所以我就想问了，咱胖胖团难道就没有男性吗？对，就是没有纯爷们儿了吗？当然有，真的。下面呢，而且他们不光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是组团而来。哎，下面来的就叫做这个大块头组合。大块头。哎，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宣言。什么？何必要减肥？来，掌声欢迎他们。胖胖团的一句宣言。嗯，我想问一问啊，这是咱们领队孙浩，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你们有了这样的灵感创作这么一首歌曲？他都看见我们体型了。就是刚才我们唱何必要减肥呢，其实我们表达的不是想真的不减肥，实际上一种生活的态度。对，只要你的身体健康啊，活着只要高兴就可以。
不要活得太拧巴，不要活得那么刻意，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对。哎，我听说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说有一次你们去一家就某一家这个自助烤肉店，人家那个服务员都不带搭理你们，这怎么回事？这他的经历是吗？来，这个主要是就是可能吧，就是这个胖人可能在吃的方面比常人要略多那么一点点。你不用那么含蓄，是吧？吃的多就行。就是吃的多了一点点。然后呢，加上这个服务员可能觉得像我们是不是老叫他呀，老要上啊，所以这个对老要上这个菜啊什么的，所以就不爱搭理我。就人家桌是一过来叫片下两片肉，您那桌是一上来，我说就都放这儿吧，就那肉肘子都留着，对，都放这儿吧，都放这儿吧，别走了。怪不得人不爱搭理你，这亏本啊，这个。对对对。这亚爆车胎是你们当中哪一位干的？亚爆车胎，这得浩哥来。我们是有招的。啊。因为你这一堆在那一站，人家不给你停。你们有技巧。对对对。一打车，他先站在前面。对，以前有300斤的人，1.9米，他那时候280，现在瘦了点了啊。对，我看着比我上次见瘦了。他那时候270，就我210，然后对，把我派出去。算是苗条的。对对对对，把我派出去了，我就他把车拦下来了嘛，在无锡演出拦下来了，车停下来了，哗围上来了。是不是什么情况？钱在这儿，然后人留下，然后我们就商量谁坐前面啊，因为前面他们都坐不下嘛。哎，然后我坐前面，他们仨坐后边，司机开着开着一直较着劲开，就300斤的在左边，然后一直较着劲。司机是一直翘起来开的，一直较着劲开，开着开着，左后边。是谁做的？关键告诉我那个位置是谁做的？就他吗？这不是你是谁呀？那最后司机说不行，你们这打车钱付了，这轮胎费是不是也给我出一下？他那轮胎也该换了。但是我知道崔浩呢，虽然呢身体胖，但是内心呢也依然热爱活动，比如说舞蹈。那个、我听说你对年轻点儿伙伴是不是？对，你的伙伴向我透露，你跳霹雳舞跳得很好。啊，可以比划比划。今天还能比划两下吗？啊，可以将就比划两下。我们观众朋友来点掌声，好不好？运动啊都可以做得出来，其实对你相当不容易的。也在我们舞台上回顾了一下你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我们大块头组合有4个人，我们不能只让孙浩在我们的舞台上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成2组来一个竞赛，要分一个高低。来，我们自动组合成2组，这边2组，那边2组，好不好？好的。是。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游戏，叫推车绕杆。来，上道具。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就是我们在南方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的3轮小推车。那么谁将坐在上面呢？就是你们每组成员2位中的1位。现在我想问一问，你们确定是这样的组合吗？你确定？确定。这我觉得我们的车是不是有点不确定？不是，关键孙浩，你把人家出租车的车胎都爆了，您再看看我们这车胎可是超小号的。没问题，那你们2组什么真爆了别让我赔就行。行，不让你们赔。没看我们那还备着一辆吗？好，那第1组就由他们2位先开始好吗？这里是起点，你们需要推车行至前面的终点，绕一圈再返回起点，好吗？那你们2位来商量一下谁坐谁推。他坐吧，我比较尊老爱幼。准备好，我会计时。记住，可以吗？我们观众朋友，那个道具师傅，你确定这车拿上来的时候车胎是足的吗？那个孙浩，你起来我看一下，这车胎有气儿啊。怎么你坐上去和没气儿一样？来，那行，来准备啊，
准备，倒计时开始。我觉得此时压力最大的应该是后面推车的顾凯。脚不能沾地啊，坐好，加油顾凯，上，好。顾凯和孙浩队用时是29秒94，来，我们下一组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两位胖子队员所用时间是29秒94，希望你们不要给偏瘦的人群丢人，好不好？来，哎，什么情况？还没开始呢，哎，开始，他是个急性子。哎，我发现然然是个急性子，哎，准备准备准备，往回，这给他们减分。到，这我不用说了。速度明显快于这个孙浩固然，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在终点处明显那一队有很明显的失误，所以这一队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孙浩和固然，好不好？真的就像你们刚才那歌里所唱的，这胖子也有胖子的好处，那叫什么来着？横推八匹马，倒拽九牛回。好，那再次呢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块头组合。好的，送走了大块头组合啊，我倒是想起来刚才有一个小小遗憾，我应该推荐一名新成员加入到他们的歌唱组合里。谁呀？杨大鹏啊，他跟我说啊，他这个好久没亮亮自己的嗓子了，接下来呢也想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来亮一嗓子，大家想不想听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杨大鹏为我们带来一首《等待》。站在舞台上是不是感觉到没有顾斌的舞台舒服多了？所以我唱的是等待嘛，等待你们俩赶快上来。好的，其实到此刻哈，我真的感觉到有些时候做事情不必太刻意，像我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并不胖，但是他们也想减肥，想自己瘦一点，所以想了很多极致的办法，比方说绝食，比方说整天吃素，比方说还吃减肥药等等。其实刚才那首歌挺好的，你何必要减肥，你长什么样子，你的胖瘦都是父母给你的，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总会等到你欣赏自己的那一刻。的确像
像顾斌所说的，现在很多人，特别很多女孩子，对自己的身材呢要求很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其实我倒觉得大可不必，不必特别在意自己的体重，往往是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比如说像人格啊、才艺啊、智慧的培养，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赞美。我发现听了我的歌曲之后，两位的思想觉悟瞬间提高了很多。对，这就是胖胖团今天来的。我们学会心疼你了，大鹏。哎，下面这位，很厉害，内在美和外在美并存。曾经呢，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但是严重的腰伤让他无法拥抱舞台，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决定退居幕后，做一个舞蹈老师，教孩子们跳舞。他就是依然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快乐胖胖卢启迪，有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启迪曾经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我想问问，曾经在舞台上你有没有扮演过王子？有，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很久以前了。那今天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一回呢，我不仅让你扮演王子，而且呢，还让你挥舞宝剑，去展现你的英姿，好不好？好的，好吗？ Okay. 那接下来呢，我们卢启迪将要加入的这个胖胖动起来环节呢，和击剑有关。他的老师呢是一对姐妹花，叫华晨和华阳，先来欣赏一段他们的表演，好不好？好的，来，好的，有请二位。是我们的击剑花姐妹王华晨和王华阳，谁是姐姐呢？我是姐姐。姐姐华晨，那是妹妹。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真的是双胞胎啊！而且他们两位呢，也是曾经获得了全国击剑比赛的冠军。好厉害！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卢启迪的老师啊，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没错。接下来要学习的呢，我们看到了击剑是一个对打的比赛项目，那么我们也需要呢给卢启迪找一个对手。那当然，那同样重量级的，现在舞台上已经别无他人了，只能是杨大鹏了，好不好？哦，只要他不是抓我就行。其实在跟你比之前，启迪已经练了一年时间了，所以结果是可想而知。那接下来呢，要加入我们互动环节的依然是杨大鹏陪伴卢启迪，好的，进行学习好吗？好的。我想问一问两位年轻的老师，你们今天使用的，我们知道击剑里面有花剑、佩剑、重剑，你们使用的是什么？我们使用的是重剑。哦，重剑有哪些区别呢？
因为重点是全身四中都有效，花剑呢只有躯干，就是说你的前胸与后背，包括你的脖子，佩剑是你的头部、身体、前胸、后背和你的两只胳膊、上身躯干。是对这个身体的部位的区分，会对剑中有所区分。老师说的很专业，那我想提问一下老师哈，一个击剑运动员最重要的身体素质在哪里？比方说像我们两位哈，稍稍偏胖一点的身材，可以练击剑吗？可以练。他们如何才能练得更好呢？首先他们，我想他们在身体素质上应该都会很好。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剑手的话，应该是力量型的。力量型的。所以今天给你们使用的是重剑，而且呢也可以缩小你们的范围，全身刺中哪儿都可以。好，那我们谁来做解说，谁来做示范呢？啊，妹妹解说，姐姐示范。好，首先你的两脚站成丁字形，两根脚跟靠拢，敬礼啊，手分成四部分，第一把手向前伸出，要伸直，二收回成九十度，尖尖向上，好，三再次伸直，四向你的斜下方自然放下。因为击剑是一个贵族项目，我们要尊重对手，就用这个敬礼的方式去表达你去尊重对手的一种方式。好，再来一遍，两位学生。好，来敬礼，一二三四，很好，不错。为了检验二位的学习成果，我们不能拿两位老师给你们做试验品，当然看着你们互相残杀，我们也不忍目睹，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两样道具，来，有请。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呢，我们一共放置了240个气球，没错，一排是120个。嗯，现在两名队友卢启迪和杨大鹏将从反向的方向依次向前刺气球，在我们规定的30秒内，谁刺中的气球多，谁就是最后的赢者。卢启迪，准备好没有？好的，接下来我们两姐妹将要监督你们动作的标准性，最后我们要综合他们的评价来给你们得分。好，来，准备好，30秒倒计时，开始。好的，接下来我们两姐妹将要监督你们动作的标准性，最后我们要综合他们的评价来给你们得分。好，来，准备好，30秒倒计时，开始。第一个没有破，杨大鹏失误。第二个好，三非常顺利，一定要保持动作的标准。来，我们现场观众给他们加加油。非常快，卢启迪，加油，卢启迪。已经到一半了。启迪显示出了自己舞蹈功底的长处。漂亮，你代表我战胜了杨大鹏，也是给我争了口气呀、啊。漂亮。哇，现在两个人保持好动作，卢启迪相当。非常好，还有1/3的气球，杨大鹏还有一半。来，加油，卢启迪。时间到，时间到。嘿嘿嘿。来，杨大鹏。我先带你自己看一看。什么事，张磊？来，我先带你自己看一看，你为什么替人家扎破了这么多气球？要么说胖代表心胸宽阔嘛。心宽体盘是这么来的，对呀、啊。好，我们目测一下啊。我们来数一数，那边还剩下。杨大鹏还剩几个？2、4、6、8、10、12、14个气球。14个。这边。我们卢启迪，2、4、6、8、10。12、14、15个，我还记得多扎心。关键其中几个还是我们杨大鹏的功劳，所以这一轮获胜者呢，我们也要送给我们本场最劳苦功高的杨大鹏。谢谢，掌声欢迎杨大鹏。同时呢，我觉得你们二位应该以你们最刚刚学习的绅士敬礼感谢一下我们的老师，好不好？两位，来，四步，1、2、3、4。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击剑雪梅花，谢谢你们。谢谢。盛典，我是主持人顾斌，在我旁边的是我的主持人新搭档。见证奇迹的时刻。
九月的奇迹。哦，美就美，漂亮的美。多个第一都是发生在九月。2014年的9月13号，生命绽放万物精彩。北京的奥体中心。九月盛开，见证奇迹。好的，今晚呢，我们胖胖团的成员来到了我们的综艺盛典舞台，相信呢，给我们留下的是自信、快乐和美好的记忆。还是那句话，何必要减肥？快乐最重要。胖胖爱运动，且胖且珍惜。让我们再次为胖胖们的精彩表演鼓掌喝彩。没错，好，各位感谢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再见，拜拜，再见。燃起了自信。